好了，我们选另外一个。醒悟，我明白了，他不会回来的。哎，之前见面的那些女生也是，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对我？我到底有什么不好？需要纸巾吗？美美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先生，我想你搞错了，我不是美美，我要结账。生气。算了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虽然我一直很想找女朋友，但我习惯一个人的生活，女朋友什么才不需要呢？哭了，口有点干了，去便利店买瓶水喝好了。噔噔噔噔，感觉不错，人现很足的样子啊！欢迎光临啊，需要什么啊？哎，我看看，我现在有现金200块哈，那我们可以买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这哎，等等，这什么东西？密函 ，KIO 上下智博的写真，我想买螺丝刀哎。还可以买什么啊？买这个，这样。这时候门外有一位少女走了进来，进来的是一位身穿白衬衫、头戴画家帽、有着嫩白的皮肤、犹如主角般闪亮的少女。啊，是美少女，她好像看这边，怎么办？啊，糟了，感觉我们要对视，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为什么他一直盯着我？这样我可能很可能会害羞的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不要找个话题跟他说？想要告白也太突然了吧？等等等等，这位老，直接问人家名字啊，这样也不太好哎。就说自己是厉害的城市也是莫名其妙啊。好，问他名字。糟了，气氛越来越尴尬了。我就不该多嘴，我就乖乖当一个死宅，有什么不好？哎，怎么天花板的灯在摇？啊，糟了，灯掉下来了，将会找到这位少女的。亏嗨他！你干嘛？你这恶心的家伙，是不是想占便宜啊？不是的，是因为那个灯啊，我啊，哎，勉强个没事吧？好像没什么大碍，没有砸到啊，实在太抱歉了，我会马上维修一下的，真的很对不起啊，没事没事啊，谢谢你，不客气啊，你没事就好。你怎么了？腿。这好像有点扭到，我帮你舔一下吧。舔什么啊？要舔什么啊？我想选舔的，你看我一整个糖，我觉得我选错我就悲剧了。我帮你舔一下吧，不如我帮你舔一下。怎么了？我腿是中文字扭伤的。少女抱着就好，迅速离开便利店。什么？骗子啊！小哥没扭伤 啊！算了，不管了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碰到他。有其他支线哎！好，我们回去。所以他是装的哦。哎呦，我送你回家吧。那个，不如我送你回家吧。是好像有点扭到。你扶我到门口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好啊，扶稳。现在好像好点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不用了，我家离这里很近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但你腿扭伤了，不方便爬楼梯吧？我家有电梯。突破盲点。那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抱歉，我应该先自我介绍。
我叫做大师，就是一个普通的死宅。死宅就是那种平时不怎么出门，每天在家看动漫、玩模型、玩游戏的那种。我这样自我介绍似乎留下不好的印象，叫我老婆就行了。听说死宅都喜欢叫人老婆，不是吗？是。那么我先回家了哦，有缘再见吧。好，老婆，拜。好像有点奇怪，算了，不管了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碰到他。现在好像也不是太晚，找个地方打发一下时间吧。我想起有个地方很久没有去了，晚上走起。超霸机厅。不知道老板还记不记得我，不过今天一定要认真打才行。猪狗狮犬和商场霸王没人是我的对手。哇，怎么那么多人围着呢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可以点是不是？早说嘛。游戏代币从人家头发捡到钱，这个不能点。我们先去看隔壁的东西，坏掉的机器啊，机厅凳子、汽水罐。哎，我这样偷钱好吗？我禁烟啊，禁烟，地上那么多烟蒂。为什么要打开垃圾袋？这是什么啊？炸弹！嗯，没东西了。哎，真的没东西吗？这个就这样。楼上，大师，很久不见。米高，很久不见。你怎么今天这个打扮啊？哎，是我们上面没触发到哎，简直天衣无缝。也不是很忙，普普通通啊。好了，那你自己玩，我到旁边坐。好啊，那我自己玩。我先存个档。我给我可以下楼吗？可以。咁多个人喺度都冇一个人打得赢我噶。哎，他是香港话、哦。你哋真系令我好失望。而且说话还有语音，为什么没有语音？难道我们只有一个人打赢他？啊，我是三毛哥。啊，有何贵干？要不要跟我比试一下？这也没有对手，好无聊啊！好啊，比就比，谁先获得上分谁赢。我在哪里？我是右边的。变快欸，完了，我就会输欸。太难了啦！唉，太失望了，太失望了，终于可以找到对手添，点知都是个废物。什么？叫我是废物？废物，废物，废物。听到我再讲，再听唔到我继续讲，讲到你听到为止。仲咁想人憎啊，女生？系啊，好少我呢啲讲嘢咁实在嘅女仔咯。你啲死杂，又迟钝又核突，样又唔得 ，pace 又唔得，居然连打游戏都唔得。我系你啊，漂流啦！我干，你别太过分啊！我生气起来很可怕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欺负我，
啊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，干嘛催我出来？你就不要跟他吵了，可能你太久没来，那个女生经常光顾的，她嘴巴比较毒，但人还不错。哪里不错啊？我看根本是一丝优点，你会发现她的优点的。好吧，时候也不早，一天黑，我也早点回家好了。我先回档，我一定要打赢她。所以我先去楼上看 ，OK。哦，这个机台还有、哦，好，应该没东西了。上面呢？为什么要点蜡烛？因为这里没有灯。又拿个大便啊！嘿嘿嘿，大便这样。我想喝水。好了，给你水喝了。嗯，帮你什么忙？帮他修机台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啦，这个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要交出位置，好啊，交。等等，我拿那么多代币掉来干嘛？这可以加速吗？我就不信我就是打不赢你。好，比就比啊。干，这太难了啦，这真的太难了。这太难了，真的很难耶，而且越来越快。太难了啦，太难了，哎，太失望了，太失望了，再一次。他如果选不呢，他应该会说你更烂吧。哎，入居然哥，你哋啊，胆小鬼，害怕输就滚吧。哎、欸，他直接呛你，所以还是得比啊。等等，我看一下，如果其他选项呢？等一下啊，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意愿，克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，不是这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克劳，这要怎么打、啊？
有人说那个街机可以不用螺丝刀。什么？哦，所以要哦，所以我要先把它打开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交出去了。我有之前的存档吗？啊，有有有，太棒了！这个是有一个攻略啊，就是说你用那个打开的话，不用螺丝刀打开的街机盖子，就会结束什么其他的剧情类型剧情的这个吗？一致的。不用螺丝刀，还是说现在不能解开啊？都是一致的，可是这坏掉了，是？这我也不能用啊，这只刀头也没。哦，可以换了，我靠腰可以换啊！我天哪，这游戏，这游戏神啊！我随便放的、欸，怎么了？坏掉了？什么东西？前门打不开，被大火堵住，快找其他出口！好像已经断气了，是我杀了他，是不是？我做了什么事啊？所以不能用那个，对不对？我勒勒，这个是，我看一下，一些真的蛮骚的肥仔，这是在一男二男无恙。我勒勒，我做了什么？窗子封死了，开不了。都死了。能我们活活被烧死吗？通往异世界的能力。神奇的神器。你说新春节在传送啊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魔物出现了。我现在走向到底是怎样啊？这种不是死的吗？团面，
这到底是什么游戏啊？所以床上都一只鸡还是死啊？啊！喂，你没事吧？有复活的功能，我刚不是被魔物打死了吗？对，你刚刚其实已经挂了，我用复活药那也复活了，还真有复活药这个东西。看来是穿越过来的勇者呢。勇者？你刚刚是说我是勇者？勇者森林是一个不时会传送勇者过来的森林，那实在太丢人了。什么方法？跟我来吧。哇，那个是马桶。做勇者还要大便才能证明？不是的，你上去就知道了。你看那马桶塞吗？只要是勇者，就可以轻易拔出这个塞。等等，如果拔出来，会不会满身都是那个？那是神的安排啦，是神圣的东西，不会脏的，相信我。那我拔咯。为什么这段没有配乐？我拔出来了。为什么一堆白白的东西？天哪，这就是时钟前本来的面貌吗？我离嘞，自己长披风哦。终于被我等到了，是神的安排，我的命运就交给这个男人了。勇者，闭上眼睛，没时间解释了，很快就好了。很柔软，女生的嘴唇原来是这般柔软。好了，我现在是你的人了。签订契约，魔女跟勇者才能签订的契约。就是以后你都只能跟我在一起，不能对其他异性产生兴趣，不然你就会体内爆炸身亡。魔女与勇者就命中注定在一起，就算对方长得丑也必须接受这个安排，不然就无法拯救这个世界。好了，我们先玩这个魔女线好了。不用，因为我现在这里很和平，也没有什么魔王。那为什么还跟我签订契约啊？也不是，只是我连你名字都不知道。我叫做，这个怎么念？好吧，就这样魔女好了。名字听起来一点都不像勇者呢。不然就爆炸身亡是吧？我待会再说吧。这到底是什么游戏啊？时钟剑啊，太瞎了这款游戏。我先存个档啊，存个档。然后我们先存第四跟第五跟六好了啊，四跟五。好，先这样。我觉得我们这次实况先到这边好了，快一个小时了。好啦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频道主页放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里收看，拜拜。